半夜被换狱给击杀，命令在身边，斯纳卡桑蒂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恩德不相信再次的 Q 三打出了 Cavs 的闪现，但最后还有破甲箭的追击，一路来到了 T1 的篮区，这是球果弹到脸上的换狱 Faker unstoppable。